爸爸，爸爸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里呀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刚刚走上坡之后，我们打开我们的行李会不会全部垮下来呢？这次没有用弹力绳绑住，一定很搞笑。我是宝六，今天我们是第二路，第一路的时候呢，下雨把宝六把完全不想动，那全部掉下来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会不会全部掉下来了？没，没有哎，震到了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那还要吵架吗？又要吵架吗？好。可以给他丢石头吗？可以吗？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我看到炸不？哇，跳到我手上！小朋友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在练习写字。乐乐，你在干嘛？写 A。写 A， 看看你写 A 写的什么 A 在哪里？哎，真的哎，那你画的那是谁？是你自己吗？那你们说你们在练，你们两个在练习什么？谁在练习数字？小杨。你们在写练习数字。这两个要重写。那宝六，你在写什么？我们帐篷有几条绳子？六条。好，那你们现在手上有几个青蛙灯？2个。所以告诉我，一个人负责几条绳子？2个。把两边都放上去哦。画好了吗？成功了吗？确定。好，请问宝六吗？你躺平了吗？你不是要煮火锅吗？滚掉才不要靠近。怎么躺平了？懒惰啊！煮物件嘛，你煮哦。无啦，我是隔身的啊。啊！准备好要吃火锅了吗？你还在画画？哪里？哇，谁趴成那样子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小朋友，今天什么节？中秋节。那现在后面是太阳还是月亮？月亮。那你们刚刚有看到它从山的后面慢慢升起吗？没有。那有像日出吗？很像，真的非常漂亮。宝六的快死。激动了。你们晚餐好吃吗？好吃。那赶快吃喽，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乱爽。这是宝溜马，爽爽的躺在这边，放宝溜马顾小孩。对，这就是证据。太夸张。
看。小朋友，早餐完成了，收起来了，该准备收拾了。好，上面是 A 区，那我们去 A 区看看风景怎么样。A 区上来，就是这个营地的营本部。这里是古道秘境的 A 区，那 A 区是看起来是四帐，那不晓得是四帐包区还是独立帐。看下去的风景也是蛮不错的。这一区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，慢慢走。好 ，A 区往下走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B 区。B 区一次可以收七个帐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 B 区，看下来其实看下去的风景会是怎么样。那这是从 A 区下去的下坡，这里下坡很陡。好，这是斜坡上所看下去的风景。好，那我们慢慢走。身体硬掉，老师看看，不要，那是死掉晒干的蚯蚓是吗？对。好 ，A 区下来进来 B 区就有两间的，应该说一间两间厕所，两间卫浴。啊，这边也有个冰箱。好，那我们走过去看看我们搭帐的位置所看下去的景色。等一下 ，B 区也是七帐包区。那我自己认为 ，A 区跟目前 A 区跟 B 区看下去的景色都蛮不错的。尤其是对面这山头中秋节的时候，昨天中秋节直接看到月亮从对面山头升起，是一个蛮漂亮的景色。那这个营地我跟宝溜嘛最喜欢的就是一帐一个洗手台，那有资源回收跟一般垃圾厨余回收桶。那我们这一侧它也配置了一台冰箱，所以等于七帐有两个冰箱，那我们认为是蛮足够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从下去绕下去看看西区咯。对，要看看西区。那从我们帐篷下去有两侧，那这边下去就是 CDE 还有三个区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去看看他们那边的布置的怎么样，好，景色是如何的。 Go， 自己是营主自己饲养了一只小猴子，第一次会怕生啊，这小朋友太激动，那只小猴子他很害怕。对，好可爱哦，真的还蛮可爱的，用看的就好了，用看的就好了。啊？有别的动物？可是他怕你们呢。对呀，手上不要摸它，手上。用看的就好了，用看的就好了。知道我太太。好，西区下来一样，这边有配置一台冰箱。好，那我们推论另一侧应该也是会有个冰箱。好，这是西区从三号营位这边看下去的景色。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景色，所以其实 A、B、C 区，我个人认为，看下去的景色并不会差异太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卫浴的部分。好，卫浴的部分其实是算是蛮干净的，是蛮干净的。好，那这是男生小便斗的地方。好，那厕所部分分一个蹲式马桶跟一个坐式马桶。
那因为 D 跟 E 我们必须要再绕回到最上面去走下去，那比较不顺我们就不下去介绍了。不过就从 ABC 三区来说，我个人会觉得我会比较喜欢我们搭的 B 区，因为 C 区有稍微低了一点点，那还是有一些树遮住，但整体而言景色是还蛮不错的。那至于 A 区的话，我因为它四帐而已，稍微区比较小一点点，可能在搭帐或者是车子在经过会比较会比较多车子经过，那种可能车子排气我们没有那么喜欢。不过整体而言 B 区我觉得是我蛮推荐的，来的话你们可以考虑定 B 区。那当然这营区路上来可能心脏要大颗一点，路不是很好开。那整体而言景色不错。我们可以再看看那山头，日出跟月亮出来都是从那山头，是蛮特别的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月亮从山的另外一头升起，蛮棒的，对不对保留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中午我们要吃海鲜糜，雪白猪吗？这叫什么猪了？你去帮我拿那个好吗？拿什么？高汤在冰箱。好，准备配菜。哦，我们也之前有跑这乌菊的东西，好像不错。上次有去买意大利面酱。这种现成的方便。我们今天中午只有吃。三位小朋友，风景好看吗？吃洋芋片看风景舒服吗？只看到树叶不够高是吗？在看风景吃什么？羊小羊小片是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们两个谁要露露？四角的。对，妈妈被我剪进去了，偷吃肉。肉会很硬吗？还好吧。没有很咸的，可以来吃一下。生肉很好吃哎。才肉会很硬。压住，先要这样做，过去一点，然后过去。你们头上是什么帽子？柚子帽吗？那我们来展示一下，看我柚子帽，乐乐。大力点，身体整个抬起来。继续啊。